身为南方人啊，第一次去滑雪是什么体验？我会。说实话，南方人第一次滑雪还是有点怪紧张的。Great 滑手。虽然说我没有滑过雪，但是冲过浪应该差不多吧。想法挺美好，穿好板，出发。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尝试，逐渐找到感。甚至都喝起了小饮料。滑雪太好了，来一喝。